就用数字来见证恒心和毅力。最近，江苏大学公布了2021年度图书馆达人榜单，大四学生武洪浩入馆1058次，共计2554小时，成为了学校里的年度打卡冠军。2554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呢？给大家算一下，如果一年365天不休息，每天平均要7个小时；如果刨去寒暑假，平均每天要9个多小时。相信所有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，加油，武同学！